看这几个娃现在嗨得很。这二姐天天被我老大拉着打羽毛球，一天锻炼一个小时，你可以随便干了，不用减肥了，不用怕着胖子不敢吃。别，这个又去了。我这两个人到一起能把人笑死。打羽毛球，打羽毛球，看着看着。这俩人在干啥？拉长腿。偷奸少啊！我去看一下厨房里的我老妈。你想干啥？好香啊！啊，好香。辣椒，哇，这四个腿，一人一个的。这盘鸭子，西红柿蛋，这是点竹笋哈，昨天剩的菜哈。这今天就我们一家人哈，就做这几个菜就够了，我做多了也吃不完。我先端一碗这个，慢慢端过去，上菜。吃碗牛肉，菜齐了，开饭。我来排队啊！哎呀！你吃，姑姑，你吃，腿瞬间不香了，没人要。吃吃吃。哦，不行，这个给舅妈吃。舅妈，舅妈，舅妈不忍，舅妈吃不完，吃不完，我不要，太大了。你留着，我想让这个给舅妈吃。还占舅妈饭。要吃饭了。让他摸，我们先吃。给你的饭了。哎，全把它吃完去。这个给我啃，我就啃了。这些都忽悠绵绵。哟，你吃这个干嘛？吃肉肉。这是鸭蛋吗？吃笨我了。你小孩子呀，抢嘴吃，好吃吗？给我尝一下。没一个笨。哇，这萌萌嘴巴里变化了没有？哎呀，我妈。你妈，你的腿嘞？腿嘞？吃完了。就完了。我的妈哟！我操，这平时不吃，别吃都抢着吃。勺子拿着，勺子。哇塞！全给你，全给你。一上桌就没了这一碗。你确定吃完了？这丢掉了？吃完了是吧？我搅拌一下。就蛋了。搅拌，搅拌，搅拌。准备放盐。煎饼家家，煎饼那个丽家家，来，都不吃了，东西都给我吃。我还有资格吃嘴呢。你要想吃你就直接端着吧，不要喷。但是不想吃，一个团团吃这一桌。